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萨尔。哎，你们有困扰去日本玩，你就觉得有些东西一定要买吗？其实我没有很常去日本玩，我这生平中也只去过一次日本。去了那次我就想说，哎，日本很多东西可以买，所以我做超久的功课，就是去日本要买什么。我做了3天，太久了。我就是狂截图，然后发现我的手机容量不够。我想说，我就只去这一趟。而且现在网络上很多人分享，真的很对，就是各种日本必买，好像什么都必买这样。而且你有时候行李箱还会塞不够，代购网站超方便。你刚刚说你花3天，对不对？3分钟就可以搞定，从日本的代购帮你把东西都收集好，直接送过来台湾给你。太好了吧，超方便的、啊，武士代购，听起来很威。他这次就帮我们准备了一箱。而且你知道我这次找商品，我会找那种比较限量的。你有蜂蜜吗？在那边跟我讲说什么一定要，我都帮你找到了，证明他就是从日本来。你看他这个送货单，邮便，国际邮便。我们要先看什么？看用的哈。好啊，这个我去日本一直在找酵素洗颜粉，这个爆夯，它很方便，因为它就是分好的，一次一颗，去旅行还是什么的，好方便哦，就不需要带一整条。去角质，防血浓黑角质，它好重。这漱口水，我以为它是一罐哎，很贴。贴心哎，而且你看它的包装一定会帮你弄好，就不会让那边湿漏半。湿的用的都一样。真的听说你已经刷好牙了，然后你将这个漱口水漱一漱，吐出来你才是黑黑的。洗得更干净，这个意思。我很想知道我嘴巴到底有多脏。齿磨福子的美白牙膏。是牙膏，我还以为这是洗面。是牙膏。大家都是在那边狂推日本的牙膏。你知道它那个代购网站其实就是也是有很多卖家，然后就有很多卖家这个都卖完了。果香糖的味道，对，黄键绿键，嗯，你要吃吃看。我不要了。下一个很酷，可是我不知道我订来要干嘛。男用护垫，男用护垫，护垫你知道女生是拿来干嘛？我们之前有介绍过吧？它这个是给年纪大的男生漏尿状况什么用的？看它只能吸收10cc， 知道是什么面膜吗？就是以前我知道这个一秒变一剂。大家是以为我会一秒就这样贴起来？没有，不会啊，不然你来试用看看喽。它抹茶香哎，可是我这样洗脸，直接敷就好了耶。平常会这样直接敷吗？嗯呢。屁啦，弄嘴也在骗我。好，来去洗脸。既然要洗脸，我们就顺便来试试看这个酵素洗颜剂，香吗？香吗？没味道。这么少够用吗？全都是泡沫。我要洗了，哎、欸，好像没什么刺激感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说，怎样？好啊，你都不转过来，没中击，好丑啊！你闻一下，很古早味，对，好清爽啊、哦！推推酵素洗颜剂，我刚帮你挑一个，这个是它每个脸型都不一样的，对，香哎，太香。你不要紧张，我帮你用好。哎、欸，你的脸怎么长那么长？脸怎么长这样？好烦哦。美的美的。好看吗？淡淡的抹茶香。所以你等一下就一直这样子继续的拍下去。嗯啊，它进入吃的阶段了。Poki 我们讲了几百遍 Poki。可是它这真的很厉害，这个是跟午后红茶联名。这两个我最爱的东西合在一起。我也是哎、欸。但惊讶，我完全看不出。好多。Poki，它长得超好看的。Poki， 戴上我的一季脸。好搭哦。它要配上那个午后红茶才会变成奶茶，它奶味很重，它配红茶吃超好吃的耶，你怎么喝的啊？我很好吃。你知道这个 KitKat 巧克力吗？这个是日本酒口味。好怪哦，这样会好吃吗？限定款吗？不觉得包装很美吗？很适合送给女生当生日礼物。那我就送你了，你今年生日礼物就是这个。好啊，虽然我们不知道日本酒搭起来到底是搭不搭、哦、我今年生日礼物就这个。嗯，你就死吧。现在才反应过来，一个 Sake 在里面的感觉。哦、酒味很重，超重的，它日本酒味啊，慢慢的散发出来。那酒味非常的重，很多小朋友的。这是18禁饼干，这个很红，最厉害的口味。这是什么口味？它是沙拉口味，这个也找超久的，另外就是基本款的龙角散，桃子口味。龙角散也是必买啊，而且我觉得龙角散真的好有效。它龙角散味还是在，真的假的？好重啊！它吃进去之后反而就没有龙角散的味道。哎，我觉得你应该敷也差不多，因为他说敷15到20分钟。平常敷面膜这样会洗掉吗？不会，我会晒干。洗掉？洗掉。嗯，因为那是你没有吸收进去剩余的东西，你如果不洗掉的话，反而会堵塞你的毛孔。那我去洗，超滑的。哎，真的？好舒服、哦。怎么可以这样？那剩下都是我的。刚刚有把这个龙角散咬开吗？你会有感觉一个哦。出来了，龙角散在里面，先甘后苦。你喜欢我们现在介绍的商品的话，其实武士代购呢非常贴心的帮我们做了一个商品链接，只要点这个链接进去啊，就可以看到我们刚介绍所有商品，不需要去慢慢找了。这个超贴心的，还有一个也非常重要，优惠代码 Erica 111，三个一，手续费5折优惠，5折超多的，但是有效期限只有到9月10号，所以大家要把握机会哦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追踪跟分享，然后还有按赞哦，拜拜。